让他一杯蜂蜜就来了。夏日清凉解暑之第二第一期，这是好了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第二波，哦，不是第二波，是对，这是真正的清凉解暑的饮品。上一期呢是一个小水果盒，然后这期呢是真正的。好，来准备的食材有芒果、宾利、胡萝卜、草莓、糖浆，就是草莓酱。好，先倒入碎冰。嗯，一半的碎冰过了啊，接下来一步放芒果干。然后呢，草莓酱，倒点这个蓝莓酱，草莓，就这样吧。好看一点，倒点瓜子，罐里过，有一种那种印第安人的声音。我命名为芒果、草莓、薄荷、瓜子，还有蓝莓酱，糖浆无敌爆炸，大瓶牌冰沙。其实第二杯跟第一杯差不多，倒入剩下的一半杯，放点草莓酱进去。这是什么玩意？瓜子、糖浆。好，这款名叫井底之蛙。井底之蛙。好了，我们两款冰镇系列的饮品做好了。这个喝完了一定要擦手，然后收拾一下。好，各位，下期再见。哦，没有下期了，只有这两期。